哎，你是教咏春的？叶师傅，有人来找你学拳呢。你想学咏春？看看吧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咏春。那我先跟你介绍一下，其实我们咏春拳呢，是我们南方贴身短打的一种。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了，你跟我打一场，输了我就交学费。 咏春，叶问，怎么样？你又没赢我。 服输了吧？服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现在知道了。 叶师傅，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啊！ 真了不起啊！哎，年轻人，还不赶紧拜师傅啊！我看现在可以交学费了哈。哎，那小子怎么走了？叶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好不容易有个徒弟，眼睛一眨，没了。 就是他。这位大叔的功夫能有多厉害啊？我会骗你吗？看他的样子，打人都未必会痛的。你要不说，我还以为他是洗衣服的呢。你们不是真心来学功夫的？走吧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向你挑战。不用拖了。什么不用啊？没什么。 问手。都说了不用脱衣服了。师傅，我叫黄良。 请受徒弟一拜。那就师傅，我叫徐世昌，魏国进，王坤，请受徒弟一拜。哎，我先拜师的，要叫大师兄。嗯。
还不赶紧给师傅敬茶？ 不用这么麻烦了。哎呀，先交学费，先交学费啊！<笑>